个笑话。我曾经有个朋友，好几年前，他去松山机场，当时松山机场东华北路附近正好有个豪宅在盖预售，好，他想说，哎，没事嘛，哈，就带着太太想去看，而且他开的还不是国产车哦，还是进口车哦，嗯，车子开过去要停车下车，然后那个接待问说，哎，先生，请问有什么事吗？哦，然后看瞄了他两眼，他说我来看看房子，嗯，抱歉了，我们这边都是一层一户哦，嗯。就是意思说你买不起啦，嗯，哦，那朋友也知趣，就好吧，就掉头就走了。嗯，来，那我分享一下我朋友经验，他就想说，哎，这个建案我现在对这附近有兴趣，阿姨的是一个那个就是预，真的算什么？就是现在在哎类似样品屋，可它不是在大楼里面的那种，就它还没盖好哈，嗯，那个哎的 Licky。阿姨说，请问一下你们的预算，你想要买几瓶？然后一听到预算跟几瓶之后，就说。哦，那你要不要看看我们的那个 VCR 就好了？也让你看，但是样品屋看不到，看看画面就好。对 对, 對, 對，所以豪宅的市场是我们一般人是无法想象的。那而且我跟你讲，会想去看豪宅的人，基本上他就是有准备钱要买，他才会去看。而且我跟你讲，大家算出来一亿二，他的自备款7200万。我跟你讲，他的如果。要买一亿二的房子，第一个他可能贷款的几率不高，基本上不太会贷款。第二，他的自备款手上可以动的现金绝对不止7200万，至少超过2亿以上。嗯，你想想看，你买豪宅要不要装潢？要啊。你觉得豪宅的装潢一平3万块的预算 OK 吗？15万差不多。对，差不多15万嘛，80几平的15万就是1000多万的装潢费。嗯，光装潢费就够在台北市或新北市买一间小套房了。嗯，对不对？这是豪宅的世界嘛，所以陈佩琪，那我现在就想问，那你的钱从哪里来？他的财产申报我们知道没那么多现金，柯爸柯妈应该也没有那么多养老金可以给他们挥霍了。好，那你钱从哪里来？这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问的问题。你为什么想去看？当然，你帮他辩护人说啊，我只是看，我没有要买。好，但是了解豪宅市场就知道，会看的人买的几率非常高，只是看这个房子我喜不喜欢，嗯，喜欢基本上可能当场就下定就签约，然后可能过几天就汇款。好，那你的钱从哪里来？柯文哲，你现在有两个解套的方法。第一个是我骗了大家，那个我那个监察院财产申报哈，其实我现金很多，我忘记申报了。不可能那没什么了不起，那就不可能，那就罚钱而已。什么？哦，我家里，哦，原来我家里都是钱。对，原来我那新竹八大园底下都是美金跟黄金，我忘记了，埋太久了。那顶多罚钱也不犯法，就说谎。啊，柯文哲说谎是新闻吗？不是嘛，对不对？好，第二个，你那个1亿1000万的选票补助款，虽然你公开讲过这个拿来做党务发展之使用哈，但没关系啦，柯文哲你说谎，小草们会继续捐嘛。因为阿北现在要缴房贷，小草继续捐嘛，你就说那1亿1000万就是要拿来买房子，不然咬我，我还真不能咬他。你只有这两个解套方法，要不然你如何解释你有钱去看1亿2000万的房子？而且据说他看好几间，对，1亿2000万搞不好是最便宜的一间哦。嗯，那其他看的有没有更贵的？然后如果说林冠廷讲的没错，有金主陪你去看，这个问题很大。第一个，那屋主可能就等于金主。好，那后面如果交易的话，那个故事就很精彩了。有没有低于市价？有没有对价关系？嗯。第二个，好，就算照市价卖你，金主会不会说啊你差多少？哎呦，我看你财产申报现金2400，基金大概200万，2600哈，你总要留一点过生活嘛，对不对哈？那其他我先帮你出了，无息借你了，可不可以？那柯文哲值不值得投资嘛？金主其实都很现实，你觉得？我觉得你值得投资，我就投资，要不然就是他背后有其他目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两天有人找出来嘛，这间房子的建设公司就是几任市长都不敢发建造的隔十院那块土地的原力建设嘛，嗯，因为当时党产会就说你这个在我党产会处理当中，这是不当党产。他当时告诉台北市长说，这个建造先不要发，郝龙斌任内没有发哦，郝龙斌是压住的哦。柯文哲发了嘛？对啊，那么巧，那房子又是同一家建设公司盖的，我只能说这一切都是巧合，就是天底下很多巧合事情都在柯文哲的市政府里面发生。比如说吴欣盈当星光人寿副总监，跟北市科开发时间也很巧合，好，反正就很多巧合。但是我不相信天底下有这么多巧合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柯文哲今天为什么不敢受访？因为他知道记者一定要问这一题。对，记者只要问，那请问，那你们有预算吗？对不对？他没有，他讲不出来嘛，没钱，
你怎么可能会起心动念？起义在身上，哑巴吃黄连。对，财产也有可能啊，就是说没钱，你怎么可能想到去看这种房子？我相信我们在座所有人，好。不会有人去看1亿2000万的房子，大概等于120个吴征嘛，对不对？1200万都不会看的。我们也不会有人帮我们开门让我们进去看。对，你说不是随随便便就走去看。我打电话去给中介说啊，中介说啊，钟先生，对不起哈，那个房子昨天已经卖掉了啊，事实上明明没有卖掉，因为他知道我买不起嘛。但是他不想得罪你，可是你们都妄自菲薄，搞不好小平哥可以、啊。小平，我相信有这个实力啦，除非有阿满仪这样的人看上我。开玩笑，所以柯文哲跟陈佩琪，他今天他绝对没有办法解释说你为什么起心动念想要去买好，而且你看他们没有否认这件事，我想买个房子给儿子，儿子结婚了要当新婚房啊，当新房。哎、欸，表示他真的有很认真考虑过我要买，而且我是买得起。可是据我了解，他儿子现在。他自己要住，他儿子没有女朋友，现在我觉得他自己住合理啦。哦、你说你结婚还很远就对了。儿子跟我都单身，还目前。我跟你讲，因为掌握那么多，小平，那你又错了啊！这个消息一公布之后，如果真的买了，我想儿子女朋友会很多，会在门口排队。哦，真的，会比青鸟行动更多，还可以都在抛绣球，对，都在门口排队、嗯。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办法完全无法解释，而且这件事情对柯文哲的人设是一个超级大的、嗯。你记不记得2014年怎么打连胜文的？他搞阶级斗争嘛？对，连胜文很有钱，富二代哦，你喜欢吗？爸爸买给你。住地堡可以选市长吗？对，那时候你喜欢吗？爸爸买给你。嗯，就以后柯文哲的儿子，人家有说哦，你喜欢吗？爸爸买给你。你不是在干跟连战一样的事情吗？你是在把你的儿子变成连胜文呢？就说柯文哲，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就是你2014年最厌恶、你深恶痛绝的事情，结果你现在都在做。柯文哲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把他过去10年来积极营造出来的人设，全部一夕之间毁掉。最有财政机遇，就政治现金丑闻。说我不爱钱，结果发现你全世界你比谁都爱钱。好，说你这个主张居住正义，请问，我请问民众党，你们居住正义的定义是什么？1亿2000万以上叫居住不正义，1亿2以下叫居住正义，还是说有3间房子以内叫居住正义，3间以上才叫居住不正义？你儿子已经有一间房子，虽然那个公寓老了一点，但是地点很好，航空南路。他拉高结婚的行情呢？对啊，结婚要2套房子哎、欸。以后你叫吴征怎么办？他只有100万，你叫他怎么办？吴征靠帅跟身体。对。